有请掌声欢迎一号参赛者方心带来的《七老配赞》。心安一半，咱的缘分天注定。听大声细声，讲话就爱听。听无的人才会好命，不管柴米油盐，也煮饭洗衫。为着你我拢甘愿，我真心袂变卦。我一生决定对你行，有一天咱会愈来愈老，老到会愈行愈慢。有一句话紧讲予你听，你的耳孔行会愈来愈大。我会爱你的白头发，爱你爱到七老八。小酒是愈甜愈香，咱的感情嘛着爱同款。我会爱你的白头发，爱你爱到七老八十，你的手我要牵一世人。我觉得方心刚刚穿这个礼服，我觉得他应该唱《青泡蛙香》，结果他唱《七老八十》，为什么？其实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然后也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。哇，双喜临门呢！结婚几年就可以讲了？就第一年啊！第一年，哇，是真的很快乐的一年。所以你唱《七老八十》，这首歌是很有恁翁嘛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歌词很有意义，觉得这是两个人的相处，所以就觉得很甜蜜，想要送给我老公。对呀，哇，真的很好。这个老师啊，你好，要不自我介绍一下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手影师张胜荣，张荣啊，张老师好，张老师你好，我们感觉这个整个画面跟他的歌蛮符合，你是有做功课吗？对，因为我看到这首歌之后，觉得他感觉就是很婚礼、很幸福的感觉，最后还带礼帽，女人还带婚纱，对，非常搭配今天的。对，中间还有个老先生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求婚啊什么的，求婚戴戒指啊。我双手真是够灵巧，也很用心啊，看了很感动。对，那今天能不能我就出个题目给你，你觉得像佳琪这么漂亮的女生，可不可以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她？好，没问题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不行就说不行啊。那我可以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来来来，我们看她到底形容她什么动物。哎呦，那小白兔，好可爱哦，活灵活现，马上就会了，你看看。哇，这个，那请问一下，你可不可以用一种动物形容我一下？瓜哥吗？这么雄壮威武的感觉，很有气势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请瓜哥把你的手伸出来，放在这个地方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一看就是非常雄壮的老鹰。恐龙，暴龙！等一下，我什么？什么？你帮我演什么？很雄壮威武的感觉，很有气势。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谢谢。
方欣在演戏演技方面大家也是赞不绝口，尤其在这几集当中能展现她更温柔的一面，歌唱的才艺，观众朋友的口碑也相当多，谢谢，也谢谢你带着这么辛苦的表演，谢谢方欣。